我已经怀孕三周了。蕾蕾，你快过来亲亲我们子晴啊，我要当爸爸了。哎呦，你真了不起啊，没想到我的宝贝竟然怀孕了，又不能以奶奶跟爸爸的身份来恭喜她，所以说要赶快跟殷善结婚，全部都带过来住在一起。我今天约你出来见面，是有些难以启齿的话要跟你说，我想跟你母亲正式的见面。周一至周五晚间六点，老天爷啊给我爱。